的我没有手机。带这个关键字的歌词。哇，这个有点难我。远方飘来一朵朵云，一朵圆圆的云，圆圆的云。我看你是大冤种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弟兄来了来了，改歌改歌，来来来，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，吃火锅，来坐坐坐坐。来，请交下手机先。我真的我没有手机，我真的没有手机。那个工作人员在吗？一星的工作人员，来，请先把手机上交一下。好，先去搞个调料了，先去搞个调料。真的吃了？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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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那边呢，就是吃的比较单一一点。一星，你加了啥？就是蚝油。麻油，不是我想吃这个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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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的，嗯嗯，有什么游戏啊？我们第三个挑战是音乐爬梯，跟音乐相关的题，答题的这个顺序在五秒钟之内唱出带这个回答的这个顺序就要交换，明白明白。然后总共有五次机会，这一轮多少个月饼？200个。你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上过课。来，第一个关键字，人。我一个人住、yeah、什么，我上人是吧？对，没有人在意我，我在一个人的角落。回答正确。玫瑰花一样在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？你厉害，谢谢。来，第一题挑战成功。第二题，月、啊、从复习开始，游戏开始。一点都不给你多的。月儿弯弯入海港，这梦照亮。 OK， 本来平时是很容易想到的。 对， 对。第三题，两，必须是两。盖着开始，时间到。没事，从西西那来。来，老虎，两只老虎。你在左边，我紧靠右，只用唱两句就行了。你这我想多久？乖，三零四连成河，五四。你失去的是自由，我的歌。回答正确，来，一星。两人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有吗？对，有啊，是对的。嗯，最熟悉的两个人。歌词刚刚我们纠正一下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不是两个人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刚说可以了，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我就算你坏，这一轮我就算你放水。OK， 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何老师，五。两只蝴蝶，亲爱的。两字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洗牌不？可以，你们自己来洗，我戴眼罩。哇，三千，三千嘞！反正我没有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谁来喊？大哥，没有倒计时吗？不用。我们代表台里的工作人员感谢周岩。对，还有，还有啊，没了吧？还有最后一题，圆。从喜喜先开始，给你一次机会把第二句唱出来。天天，对对对，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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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盖哥这边开始。今晚上月儿特别的圆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一星。远方飘来一朵朵云，一朵圆圆的云。没有这个歌词，一朵圆圆的云肯定不对。圆圆的云，圆圆的云，我告诉你，圆圆的云，圆圆的云呢？恭喜啊！准备，又是我，还是像刚才那个，重复。我开始吗？好，盖哥开始。月儿圆啊，月儿圆。好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、啊，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漂亮，好好好。我生在圆圆圆圆的世界，圆圆的世界，圆圆甜甜的我。漂亮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好，我们统计出来了，今天火锅局呢，大家总共获得了1130个月饼。
哇哦！其中有410个是由大家买的单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大家一起中秋吃火锅，然后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么长时间一直陪伴我们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希望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。同时呢，今天正好又是教师节，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今天我们有准备这个月饼盲盒，每个人可以说一个心愿，然后打开那个月饼盒，里面会有一句话，对应你的心愿。每个人去拿一个，好吧？拿一个，然后坐在桌上去。好的。我的其实是理想很简单，我希望所有我们互相彼此有联系的朋友，以及镜头前所有的朋友，健康，认真生活就能找到被人生偷藏起来的糖果。一心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吧，希望自己好。你需要的只是勇气。我来啊。在前进的路上也别忘了享受沿途的风景。好六长虹。好。我许一个希望。好，来最后。漂亮。我们的辛苦的工作人员好不好？来，见谁给谁了。来哥，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谢谢何老师。吉哥中秋快乐啊。谢谢中秋节快乐。哎呦，大家好，中秋快乐，来送月饼了。来，中秋快乐，来送月饼。